嗓音，让全场观众听得好过瘾。张韶涵参加大陆歌唱选秀节目，演艺事业再攀高峰，现在她还要办世界巡回演唱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吃饱饭了没？一身银灰色露肩洋装出席宣传活动，不过外界最关心的还是日前他被舅舅指控弃养双亲，害得妈妈得到越南当台劳，家务事登上媒体版面，长期面对纷扰。张韶涵这样回应：你自己问心无愧的话，那你又何必在意这些误解？对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其实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沉默，然后最后时间给我一个最好的交代跟疗伤。虽然和家人之间有些误解，不过张韶涵始终有一票铁粉默默支持他。活动现场他看到熟面孔，激动的眼眶泛红，当场哽咽。我特别感谢，真的就是好像只要每次讲到粉丝的时候都会这样的一个反应，就是特别。主办单位更特别请来维密团队为张韶涵量身打造演唱会，要外界拭目以待。记者陈旭、张慧琳上海报道。